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di 哥，要同大家介绍一个产品 Little Bites。咁 Little Bites 系咩嚟咧 ？Little Bites 咧，其实咧系一间科创公司。如果普通人要做一啲电子装置或者一啲电脑合成嘅产品咧，你如果唔系一个 programmer 一个程式员，又或者你唔系一啲好专业嘅人士咧，你好难做到呢啲咁嘅装置。但 Little Bites 咧，为咗鼓励普通人，甚至乎系小朋友咧，咁咧佢哋咧就发明咗一系列嘅产品啦。咁而家喺外国咧都非常成功噶啦。咁呢个产品咧，其实咧就系同 Cod 一家非常出名，如果有玩keyboard 电子琴嘅人咧都会知道噶啦。嗱，咁咧我哋呢边咧就一个 Cod 嘅 M50。咁以下咧我会示范一段音樂短片，就示範下點樣用佢嚟做一啲音樂嘅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如果中意我嘅話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仲有 Oculus 電筒同埋 Mons Music。